我们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了，好激动，60家，我们是同时代的人，好开心，好激动，这真是哇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哦，所以非常非常期待。啊，在这里我看到李大姐在这里，打乒乓球，啊，年纪最长。我不能叫你李大姐，因为我来给你欣赏掌声。我就叫你李妹妹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衷心的谢谢啊，您的参加这个奥运啊，真的给了我不知道给其他的朋友们有没有鼓励啊，可是对我来讲真的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们是同辈的嘛，对吧？你都可以参加奥运，那我应该也差不多可以，对吧？啊，不是参加奥运了，我应该可以继续上下去了。谢谢您的鼓励，来掌声。就在一转眼，这地图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们的粉丝团呢，已经从中国走向了世界，你看有证据的啊。Of course,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. I'm very, very excited. Very exciting.